小时候最喜欢做什么？绣花呀。你有没有一些你自己绣的东西可以？有啊。现在可以看吗？你看。那好，很美，很好看。你看。嗯。那个是两个凤，两个龙。嗯。那个人到你里面耍那个两个龙。Yang Nai Nai was happy to help us and offered us a lot of information. This is Guizhou. This is where she grew up and lived for 75 years. This is Xizhou. This is where she has been living the past 3 years.您在西周里面最喜欢的是什么？最喜欢那个科技黑。哦，对。最美好的就是金钱到户到家来就是最好最好。哦，最好。所以就是在家里就是最好。金钱到户就是最好的。您有多少个孩子？然后呢，他们现在都在哪里？两个工作，一个打连将，有三个儿子，一个姑娘。哦。您有没有给我们什么建议？就是生活建议。有的，你们学习还要学习好。啊。那个补学费就是全部学习很好，就是跟你们那个身体长命百岁，脑筋不能乱想。妈妈爸爸讲就是讲一句就要一句记到姑娘的不能搞那些乱七八糟的就是长命百岁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我以前的那个厨房补整厨房宝就是餐点杂粮一个人才吃二两的米，以前的那个油麦的油很饿，那就是很苦，很苦。对，去挖芥菜，挖芥巴的野菜那个，和那个芥巴拿来才能立成变成那个粑粑拿来吃。那个，您生活中最感激的是什么？那个解放。那以前是有那个土匪唱里面漂亮的武馆出去嘛。Overall, we are extremely grateful that Yang Nai Nai talked with us. She was open to us and answered all of our questions. We hope to keep in touch with her and we will always cherish the time we spent with Yang Nai Nai. Thank you.